堆资料没有印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打印机还没修好啊？没有呢。你不知道今天有视频会议吗？我们能等，美国人能等吗？师傅，您能快点吗？你先别催我，一分钟就好，好吧？你稍微等一下。好了，行。单子他们送到后勤部去签字，秘书很快给你送回来。啊，先喝杯咖啡，歇会儿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，家里都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都挺正常的。对了，刚才我修的那个复印机啊，它那个激光头磨损的挺厉害的，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换一个吧，反正咱们跨国公司有钱。其实不换也行，反正买一个激光头的清洁液好好擦一擦就好了。我这现在就有空。你亲自带陈阳先生到财务部去结账，好吗？好。志贤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会是早就约好的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回头见面再聊。好啊，你忙你的。谢谢。这手全是油，算了。回头联系。好，谢谢啊。吃的有点太多了，肚子特别撑。你吃多了吗？嗯，那就对了。你现在可不得多吃吗？你现在可是一个顶俩。其实也不是，主要是刚才那菜实在是太好吃了。那你就多吃点。你现在只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吃。嗯，你现在什么感觉？有胎动吗？那得三四个月以后呢，现在太早了。嗯，我现在感觉就是老是饿，饿了呢就得吃，吃了又想吐。反正乱七八糟的。志祥是不是乐坏了？嗯，他能不乐吗？不劳而获的。人家不劳而获，你怎么会有的？哎，志祥是不是换工作了？是啊，他跟那个事儿出得太急了，他们那个老板又不太通人性，只能把工作扔了。他后来又换了一个工作，但是这个公司不是很好，连名字都叫不全。每天呢，就是给他们修修电脑，修修打印机，也不知道是路边上的哪个小店。我也看见了，这奶粉钱的确挣得挺不容易的。晶晶啊，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跟你说说志祥的事儿。我觉得你们俩这样下去，肯定是不行的。志祥一家子都指望着他，你现在又怀孕了，他的工作这样的话，你俩太不稳定了。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，要不让志祥到我的公司去试试。你们公司啊，你们公司那么大，又是跨国企业，志祥去合适吗？合不合适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呢，先别忙着回我，也别不好意思，咱们大家都是自己人。你回去跟志祥商量一下，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好在扩大项目，所以急需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，我觉得他合适。真的？那我回去问问。谢谢。姐，这今天够热的。哎呦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哎呦，成了怎么了？这是啊？今天依林呢帮个大忙。哎，见到我们依林了啊？没有，今天跟我说的。今天依林呢让池翔去他们公司去面试，如果面试成功的话，池翔就可以进依林的公司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依林他们公司那是跨国公司，池翔这回落听了，青青高兴吧？哎呀，青青高兴，我也高兴。你说你这儿媳妇找的真是利国利民。那当然了。哎哎哎，程程，我们锅还做菜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，
今天就可以通知别人，好吗？好。还有一个，通知设计部的人，5分钟以后在小会议室开会。好。嗯，让他们快点啊。嗯，好。恭喜你，表现不错。谢谢。还蒙在鼓里呢。什么？面试通过，明天正式上班。明天就？不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了，我刚刚签完字啊。不会是你？这么小的事儿，我还不需要经手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算是我们的一员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？哇塞！哎，老公啊，我有点太兴奋了。那今天晚上得庆祝一下呀。没事儿，我不累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那好了，晚上回家见啊，拜拜。谢谢你呀、太小看你老公了啊，这真是人家凭自己本事挣来的，我呢顶多是起到一个鸡毛信的作用。你的鸡毛在公司也是听见啊。行了，自家人不客气。妈，他不让你走啊？是啊，我说我不干了，老板都快哭了，就差直接跪地下求我了，说什么给我加薪，要不分我股份，就求我别走。我厉害吧？太厉害了！你到底是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啊？这么舍不得你？我也没干什么，反正就我去了之后吧，他回头客特别多。其中有一位老先生，我帮他把这个笔记本封上去了。没成想，他是一位退休的小学校长，这一介绍吧，把他那小学的300多台电脑的维护全交给我们，够老板吃好几年的。哇塞，老公你太厉害了！你什么时候变成上班猫了？你把咱家也招一招。招你？咦？招别人那儿去了？不行。像我这种素质呢，能力呢，试用期每个月5000。试用期就5000？那要转正的话，哇塞！我太激动了，这不是现实啊！才不是呢，我是为了你高兴，你现在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儿嘛，又把我想成钱穿。说过吗？说过。我说的。你反正你老公呢有的时候就犯浑，说了什么话呢比较冲，伤害老婆了，老公真找给你道歉。就这么道歉啊？太没诚意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有点想想。